最近生意师说了，上九天虚，今天买个甲鱼准备给它补一下。常规甲鱼它都吃得差不多，今天给它弄个叫花甲鱼，弄个鲜花的泥巴弄细，掺点水给它抓一下。烧点开水，把这大甲鱼的皮皮给它烫一半熟，烫了过后，把高头的皮皮给它扯半熟。整点葱姜蒜、豆瓣、料酒、生抽，给它抓一半熟。弄锡箔纸，把我们大甲鱼给它包一半熟。弄点泥巴，把这大甲鱼包到，包好后弄到锅里头，码好码好，开烧。这天气将来出太阳，再说下雨就下雨啊！你跟俺狗一样，坐放眼底下来。今天这个菜看到简单，最复杂的就是烧火，从天亮烧到天黑，差不多烧了4个多小时，不晓得熟不得来，我们快看一下。这个有股莫名的香味呢。试一下，哇，完全熟透了，你看这壳可以叼得起来了。这壳还是油，那吃完可以拿出去晾着。哇，哇，八嘴八嘴香。关热了噻，我做个集中节，小伙伴们在屋头弄的时候，一定要多准备点菜。我们今天肯定烧几十斤菜，太费油。